大家好，我是 Ivy， 现在我坐在 Rama 酒商场里喝着咖啡。 Rama 酒商场是位于 Rama 酒路和 Rachada Pisset 路的知名商场。在近几年里，这个区域的变化十分戏剧化，特别是近五年中，大家可以看到很多人在上班时间来这里相聚开会，这里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。随着地铁贯通此区域，使得这里的交通十分方便，几分钟就可以到达 ASO 金融中心。很多人都认为 Rama 酒将成为新的金融中心，因此很多外国人和本地人对此都非常感兴趣。在我身后，大家可以看到交通港那里，亚南达将在此建设以 Ashton 为品牌的新项目，叫 Ashton ASO Rama 酒，这将是 Rama 酒路第一家高层奢华的公寓。让我们在此一游，看看为什么这么多外国人和本地人对这个区域这么感兴趣。从这里到 ASO 金融区，搭乘地铁只需要两站，再转一站就可以到达机场快线。向北方向可以通往 Rachada Pisset 区域，那边将建设很多办公楼。亚南达即将建设的新项目 Ashton ASO Rama 酒将会成为 Rama 酒地区新的地标性建筑。 Rachada Pisset Rama 酒将继续成为备受关注的商业中心和地产投资要地。为什么亚南达的新项目 Ashton ASO Rama 酒会值得被拥有呢？临近曼谷步行街，最佳地段，极好的项目，金融区内大规模的策划，交通枢纽，适合外国人居住的顶级区域，交通优势，位于 Rama 酒的主干道，230米路程到达地铁站 Rama 酒，一站到机场外线，两站可以到达 ASO 转换站，通往高速路口只需2000米。开车上高速可以直接通往机场。